要不要买这个房子？200万，1000平方一尺，剩下40多年而已。这地基，如果是新的话，这里要300到400万。你没有给他盖到外阳，那你想出来吧。桥是新加坡最长的桥，1.8公里长，谢尔斯桥，命名我们的第二任总统谢尔斯，在1981年9月25号落成，在落成的四个月前呢，他上天堂了，所以命名谢尔斯桥。今天有很多皮划艇的运动，待会会有的。Building, Formula One building,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nding point of the race. 右边就是 F1 赛车的装修大楼，每年九月中，这里就是赛车的起点跟终点了。And all this viewing gallery is preparation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Float Parade. 右边的这个观赏台是准备农历新年的花车游行。大约在初九的时候 Now the Singapore Flye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in 2008 But in 2014, Las Vegas took over the world largest title 167.6 meters. 右边的摩天观景轮2008年开始是世界最大，2014年开始，拉斯维加斯以167.6米夺走了世界之冠。现在在维修啊，2个礼拜了，不要去啊，不要去碰钉子啊，没有开啊。